添啊！新年就快到啦，相信大家咧對於咧嚟緊2016年咧丙申年，即係呢個火猴年咧個風水投資策略咧都會感到興趣嘅。尤其是咧近年啊，係有唔少嘅港人咧都會紛紛陸陸續續咧咁去北上買樓嘅。咁到底喺呢個白運同埋九運，我哋嘅投資攻略係應該點樣樣咧？我阿 Kim 咧今年咧好榮幸啊，獲邀出席由香港置業喺2016年一月份所舉辦嘅投資講座。屆時在風水部分會講解白運的投資攻略，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。最後呢，祝大家呢在2016年和整個白運裡面都會賺到盆滿缽滿嘅。